后，我的身份是你的同伴。听从您的吩咐。我叫齐兰，新生联谊会主席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老师了，培养计划已经列好了，要不要看一眼？侦查完毕，对活灵。第二阶，一旦学识比我们小的。快！你好。陆明飞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今天，那个。好。严灵，不朽！就让这光芒把你埋葬。倒也不过如此嘛，现在是该让你。凯撒。楚子航，我们这边我也只剩 Jotas， 可惜他今年不会是很硬。现在我当然是那停车场很好。最开始是很想加。是的，甚至怪兽加图超 A 级的屠龙者，今后的路能走到我面前，能让凯，但是装备部制作的炼金炼开启火领域后，会对敌方发起大量的火系攻击，现在试试吧。
就让这光芒把你埋葬。我们离那些爬虫们又近了一步。怪不得他们跟以他们的这果然是。我好像勾大了。别是。凯撒和楚果这看来。谁？陆明。明妃，你怎么了？冷静一下，这只是……尽在掌握之中。燃烧成太阳，三四分 nothing， 居然被打倒了，到此为止了吗？我们赢了，可算是结束了。你们赢了，你们很强，在光明这一届里。今天是不过你们现在播报一条通知，当前地点好，高阶血清顺利入手。因为这次的胜利，我们备受瞩目，执行部那边传来了许多趁机招募新。血统龙族总的来说，熊猫你好，诺诺，监考了，本来负责监考的是哦，那个哦，我看现在吧，啊，你来了，外面够了。我现在这里是，当然，到时候你。装备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支援设备，魂器设备针对作战就在刚刚。装备部为我们提供了，它叫魂当代魂器的，它叫魂士的。装备部施耐德院支援箱每次都会随。我们现在将这个新魂器融合进入布阵。当同一个魂器很好，现在将替换下的旧完成主线悬赏任务，可以获得更多的魂器支援箱。现在返回主线关卡。
方纪委员。Thank you.